没有白吃哟、哦。你要讲，你最厉害唱什么歌？你有什么歌很厉害唱？不用看歌词，你都会唱的。你们点啦、啊。李玖哲，李玖哲哥，他对你长得像，我感觉那边很像啊。来，你本来很像想太多，想太多啊！那你要这样看，然后这个是麦来的，来要唱，你要至少要唱到有 chorus 那个吧嘞。放第一张唱 ，no music。要给就是听到。没有 no music。没有 music 啦。放第一什么？因为这边是 KTV 啊，不是。我最高。唱欧美高那。OK 哦。可是他不会听吗？有没有在中间那人给他们？你要想说，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感人的歌。不要，那后面的话是多长？对的。你要讲，你推荐自己，你是哪一个歌星？什么什么？哦，大家好，我是，掌声鼓励一下。鼓励。今天准备带一首歌叫《Oh My God》呢，请大家。啊，这个账号没有先按点。要帮我先。我都讲很先了。要唱几句？随便你啊，至少三次的你们啊。Oh My God， 那黑了房，咿呀咿呀，快大家起来。黑了没有啊？是谁的？有什么、啊？And on his farm he had a something. 唱歌加跳舞。再来唱一下。什么 ？Oh my god, he had a farm. Yeah, yeah, yo. And on his farm he had a. Da, then. Yeah, yeah, yo. And a quack quack here and a quack quack there. Quack there, quack there, quack there, quack quack. Oh my god, he had a farm. Yeah, yeah, yo. Then. 继续啊！我很记中间那个。And on his farm has.哇！哎，好。哎呀，真恐怖。